这把就用刘禅来打一下闪电，看能不能打得赢。来想用鲁班，没机会。基本都是在这里练英雄，练英雄，在闪金练英雄，就能得金币，是吧？赢的话也就差不多。啊，都没有毒。红叔叔的 B game 是怎么玩？你看他们。拆家？什么叫刘禅是真的吗？难道还有假刘禅？哦吼！先换气追击，对面没法师注定输。哦，我操！一巴掌没拍到，现在没有兵线，已经成干扰的塔，但是李元芳可能不知道我干扰了塔，所以没有发起强攻。我操，怎么这么准呢？这个一打就是一半血没了，颤抖的样子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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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死一个李元欢。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居然没有队友过来支援了，小李子不过来了。晚上出卡卡西吗？晚上有卡卡西？我现在感觉都和第一和卡卡西都无缘啊。他妈我好可怜啊，被夹在这之间，没有人过来啊。哎呀，好可怜，被人围在这里，没有人支援，花了半天。小李呀，你怎么不过来帮我呀？这样打下去输了。他是怎么打的？把他不用留上。冲啊！哎，不快。一把掌拍死，有没有兵线过来？啪啪啪打脸！快跑快跑快跑！没。皇冠以后再说，现在这个不只是随便玩两下。走路，开拍。
小神吗？我开到最大了呀，投就投吧。这一局我感觉真没劲，我的坑老带起来都没用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对啊，闪金真不好打，马上出卡卡西。晚上是几点啊？马上去看一下。我也快输了，卡都被拆的差不多了，我的坑老一点用都没有，都没有机会用到闪，因为上闪。打环中，我又环中，他落单。哇，他这怎么跑这么快？消塔。你妈，这样子都抓不到他。打我，你打我能去多少血？完没有。啊、哦，拜拜，做家务。这点血回个城吧。七个技能。变态的那个变身之后再来两个技能是吧？你肥头就死了，知道吧？你这你还敢打我？你没人过来支援我。我可不怕你阿珂，我跟你说。还是没有队友支援，算了。哎，我擦！走了，三个人。好好有满了呀，可以发公众号，微信公众号，五个结束啊。
起来。哇，黄忠好三啊！他被黄忠打得好痛。我去，你们怎么没有人进来啊？李白，你过去刷个大多好呀！哎，不要，是一个人冲进去，没人管我。主宰也被杀了。QQ 太多人满了。用微信吧，微信、QQ 公众号都可以。微信的公众号是可以 无限加的，是吧？这黄忠还想打，远离。进攻黄忠，攻击李刚，黄忠开始撤退。搞死他！我竟然还能搞个三杀！小霸王威力无穷，
我是昨天在录了。砸死一个是一个。不再被他们抢了，这个。终于可以发挥我的干扰了。啪啪啪，赢了。都以为要输了啊，没想到还能赢。三杀 MVP。先拿着。